大家好，我是 MBC 第七期001号学员白开水。八天的学习一晃而过，回首2015年第一次加入 3M， 至今再次加入 3MBSC， 感慨良多。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春天，我们迎来了毕业的日子， 3MBSC 也迎来了春天一样的生机勃勃的发展。在这里感谢所有参与培训的国际国内的导师，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的尽心尽力，帮助每一位学员。所有的作业都是导师们的指导下完成，也非常感谢各位同期的师兄师姐们的互相帮助。在这里预祝各位 3MBSC 事业飞黄腾达，也祝愿 MBC 给所有的劳苦大众带来福祉。金融启示不可避免，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医系统张，第七 MBC 的学员，学编号是 MBC 002。首先呢，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一个培训，首先感谢我的推荐人中医系统炫，同时在这段时间的话，要感谢海明老师和永远的思念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是不仅学习到了关于 MBC 的前世今生，以及 MBC 的一些细化的一些操作，同时的话也学到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说网络营销、媒体营销等，这些方法和将对我们以后的一个生活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最后的话，祝愿所有的 MBC 的会员都越来越好，也祝愿 MBC 长长久久。大家好，我是 MBC 马弗罗基础班第七期004号学员郝运。在2015年，我就参加了国内的 MMM， 学习了马弗罗季先生的思想理念，现在有机会参加了 MBC 的学习，了解到现在的 BSC 把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运用到了互助平台的体系，使平台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能真正实现马弗罗季先生的互助理念，改变世界的金融秩序。我从这次的学习当中学习到了很多的金融知识和网络知识，非常感谢培训学校的老师们，感谢马弗罗季先生为我们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平台。大家好 ，MMMBSC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卫，来自中国，很荣幸的有机会参加 MMBSC 的培训，我是第七期的学员，编号是 MBC 005。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培训，系统的了解 MMBSC。从基础的观念到社交媒体的推广，视频的制作，都让我更加了解 MMBSC 的理念，对 MMBSC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运用推广以及将来怎么协助伙伴有更多的信心。这是在之前单纯参与之下所不能体会的。最后感谢我的推荐人纪伟兄，还有我现在的所有的合作伙伴，没有你们我是不可能重拾对 MMM 的信心。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参与 MMBSC， 我们就能一起改变这个世界，金融启示不可避免。谢谢，拜拜。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区的福建的会员，我叫魏武喜大大，学员编号 MBC 006，很开心能参加这一次第七期的培训。通过这一次的学习，让我对马弗罗蒂的金融启示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相信在我们智能合约的协议中，
这一次的 3MBSC 会比以前的 3M 产生更强大的力量。在这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里，每个人都能获得高达 30% 的收入。这是一个无私互助的社区，真正的做到了人人可参与，人人可获益。在这里，真心的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敖春敏，学号 MBC 011，来自中国湖北。经过这几天的 MBC 的基础班的培训学习，我是受益匪浅，收获满满，不是 MMM 的老会员。从2015年结束 MMM 后，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他。老系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生命的尽头。马克龙先生，他最终未能完成任务，并为我们感到遗憾。但是只要鱼肚存在，他的思想和财务启示就会发扬光大。随着区块链跟合约技术的出现，新二代马克龙的伟大理想可以继续并最终实现。这次通过系统的学习，更加深化印象，明显了 MMBSC 的内涵、价值及愿景。学到了数字营销知识，交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知道了富人掌握财富的秘密及不平等的金融体系。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太多的金钱掌握在少数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手中，普通的人民大众努力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财富，而金字塔顶端的却坐享其成，无限制的印钞，唤起底层的劳力和物资。MMBSC 是 MMM 的6.0系统，改进了以往 MMM 的漏洞和不足，采用了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该系统是 MMM 的核心程序员团队开发，该团队根据全球参与者的数据分析，重写了算法和模型机制，并改进了系统规则。基于马克龙蒂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之处在于将马克龙蒂的思想和互助模型集成到区域中心化的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中，全新的杜特的互助系统6.0融合了共享银行加互助模型加累积奖金加区域中心化系统加区块链智能合约及美元锚定的加密货币的元素，从根本上消除了参与者和管理者之间的自然矛盾。去中心化区块链智能合约以代码的形式将传统合约条款写入区块链，契约机制是代码即系统规则，违反合同很难，该代码不知道你是谁，并且没有情感和兴趣关系。一旦参与者触犯了合同中的某些条款，代码将自动运行，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区块链智能合约不需要相互信任，它是开放的、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跟踪区块链的数据，它的操作不受任何集中管理员的控制，这里将不再有任何把戏和作弊。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互助基金，系统完全属于参与者也构成了系统，该系统竟扮演调度员匹配共识的角色，它禁止将想要提供帮助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联系起来。这就是 MMBSC 区块链智能合约系统的工作方式，参与者在系统上提供帮助，收入每天可以增加1%，每月最多可以增加30%，还有50%的低垫奖金和51层的19.2%的奖金，所有这些都可以使你获得财务自由。但这不是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人们无私的相互帮助，这种模式使每个参与者都能摆脱奴隶制的赚钱生活。他给你代码的信心和希望，摆脱了束缚，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贪婪的物质世界中，他是新娘。在这个没有灵魂和人类无中的现代世界中，我们不是在为金钱而生活，而是在建立一个人们相互帮助、彼此友好、和谐的世界。对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竟通过金融革命即可享受盛大的财富盛宴。还有 MMBSC 有强大的循环机制和及核心逻辑，接续需要1:1冻结 PH 资金，通过2+1机制限制了 PH 马克罗无限的增长。通过要获得 GH 经理奖金 ，PH 基金必须冻结1:1，即必须先进行新的重新的 PH 才能解锁 GH， 来限制经理奖无限增长，增加了内循环。健身苹果中需要特定数量的直接黑店和团队组织来限制多账号操作，强大的奖金燃烧系统根据小型的 PH 资产奖金百分比限制小型的 PH 值，从结构中获得丰富的奖金。用奖池基金奖励在市场疲软时，最终提供 PH 值的一组参与者可以在累积奖金中赢得5到10倍的奖励，来解决市场后期资金不足的问题。区块链智能合约匹配支付和自动确认100%的到期付款，可以在以太坊区块链浏览系统查询和审核所有真实的数据，这里面有虚假的消息，你可以验证系统在区块链上的数据，这样可以限制恐慌和虚假的消息。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技术首先照亮了金融世界的黑暗，总之采用的智能合约技术照亮了系统，没有什么隐藏的，限制了系统创建者、管理者欺诈和窃取资金。系统还采用了重新启动储备金以激活市场的新红利，有特殊储备，即使在重新启动的情况下也可以重新启动系统。今天让我们抓住机会，跟上时代的步伐，参与了 MMBSC， 分享喜悦给身边的朋友，加入进来获得应有的财富，强大自己，影响身边的人。我们一起强大，一起改变不平等的金融体系，金融歧视不可避免，我们一起改变世界，提高普通大众的生活品质，加油。MMMBSC 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区的盒子的秘密，学员编号 MBC-012。2020年4月24日，我得到帮助1210个 PX， 这些都是我获得的奖金，感谢我的伙伴们的信任与支持。MMMBSC 的共享银行月息30%来源于哪里呢？如果说传统银行不发放贷款的话，那么原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就可以以月息30%回馈给所有储户。传统银行是老百姓钱的中介机构，去掉这个中介，则传统银行运行过程中的所有成本、发放贷款的资金、上缴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呆坏账、上缴的税收，都可以是老百姓的利润与收益。感谢 MMMBSC 家人们提供帮助，
感谢 MMMBSC 共享银行的运营团队，感谢老马先生，我一定会把这么好的平台推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可以信任的个人银行。MBSC 毕业证书，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参与了 MBSC 基础第七期基础培训班，并且顺利毕业了。我是来自湖南郴州的一名 MBSC 七期基础培训班学员，在这里感谢导师永远的思念，感谢领导人海峰老师。说实在的，若不是因为海峰老师的推荐，也许我现在还在迷茫中，在各种各样的资金盘中填坑呢。本来我去年六月份在海峰老师的介绍下就知道了这个 MBSC 平台，因为怀疑和不相信，迟迟没有参与。直到春节观看所有的项目都跑路了，回头见到这个 MBSC 还在健康的运行，并且呈发展态势，我实在按捺不住，就马上注册并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三个月中，我提现了12次，每次都顺利收款，也积极推广，感觉 MBSC 是另类，相当的不错，后悔拍大腿浪费了18个月的观望成长的时间。经过培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如何制作谷歌链接，如何创建 YouTube 视频频道，如何用数字媒体推广，以及脸书推特的发帖，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感谢 MBSC 商学院。现在的社区和过去完全不同，过去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技术的不成熟，那导致了很多次的恐慌，引起了重启，给参与社区的普通老百姓带来了生命的灾难。但是这次呢，社区是完善了所有的制度，每
没有了投机行为啊。在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的保证下，解决了社区最大的参与者之间相互信任问题，让我们不再担心投机分子以及欺骗行为的发生，再也没有恐慌，再也不会有人收不到钱，这是最重要的。新的系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让我们一起携手再创辉煌。在这几天的学习中呢，我呢还学习到了非常有用的关于社交营销的知识。虽然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社群工具对我们来说好像还显得很生疏，但是呢，我们掌握了这种方法和技巧，完全可以把这些方法和技巧运用在我们中国这个经常使用的一些社交工具上来，让我们呢通过各种社交软件和工具来进行我们的市场拓展，这呢有利于我们整个平台的稳步发展，也有利于每个人的团队的壮大。再次呢感谢所有的辛苦付出的老师们以及导师为我们提供的完善的资料。当然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未来的培训，尤其是中国区的培训，能更加完善一些，增加一些中国大陆这个非常熟悉的非常普及的一些社区软件、社交软件，这样应该更有针对性。好了，谢谢大家，感恩大家相互的帮助，感恩老师们的付出，谢谢。我们一起改变世界。